我们面前的路像一道作文题，无法涂改，也没有标准答案。行进中总会有片刻迷失方向，我们需要不断修正，与大地共舞，与自然相融。每个人都应该是自我健康的主宰，去探索，去追寻，去感悟，勇敢做自己，你就是人生主角，享受轻盈。活出精彩，我想更自信，更自由。你呢？